le ossa regalari.你这个脚放下来就可以了。对，你人放进来没事。它就是要试它那个后跟是不是一踩到高的时候。可能有点歪。你从侧那边侧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个角度来看，不要看这边。你们养着两只乌龟是为了？另外一只脚你抬起来。对啊。然后另外一只脚抬起来，没踩那个脚。好，非常好。 还有小腿那一块也可以做成。你镜头被拉这么大吗？对，这就好。OK。可以。